哦，这个禅心笃人，哦，以如是人啊，不能其恶，哦，贫那夜叉呢，知恶鬼王，并取眷属啊，皆领深恩，常加守护。哦，这个是讲的我们那个啊楞严咒啊，它的那个功效。那有这个我们前贤就问啊，说我们的啊那个啊弥勒真经啊，跟这个楞严咒啊，哎，它的功效两相比较啊，哦，是啊怎么样？各位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没有，哦，没有是最好了，因为法不能比。哦，没有比啦。那稍微了解一下状况呢，就是哦，弥勒真经啊，是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那个叫应时啊，应运。哦，所以啊，在这个时期啊，功效都非常显著。那楞严经哦，是十方之佛他们修正啊，那个心灵的结晶。哦，并不是只有那个释迦牟尼佛哦，他讲。不是，是全部啊修正的那个佛菩萨呢所累积的，哦啊，所以他呢啊是等于哦，不管是啊哪位哦那个仙佛，哪位佛在掌这个天盘，他的功用啊都是存在，都一样，哎，所以比较是长远，哦。中了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的时间过去啊，哎，他那个哦。楞严咒啊，它功效一样还在，一样的。各位前贤没有拿到那个楞严咒的解说吗？有没有？我们有送过来啊。有没有？不是那个小册子哦，是用那个V 四的有十章，然后解说，有没有拿到？啊，没有，没有啊！好，哦，是这样的，有放在哈，哦，我们那个两边的旁边呐，啊。啊，各位哈，哦，可能都没有注意啊，没有看，啊，没有拿，因为呢，我们持咒啊，就是并不说哦，要了解里面咒的含义呀，啊。可是因为很多人哦，对咒的信心都不够，就是没有信心呐，啊。那么那一篇呢，哦，就是把那个里面咒的含义啊，哎，稍微加以解说，让我们说在诵的时候啊，哎，知道我们诵的咒那个哦内容，哦，就看过一次啊，并不是要去记呀，啊，你记的话会分心。啊，所以知道呢做的内容就可以，哎啊，有啊有哦，印过来，可能也是我们都不热心去拿，所以就放在旁边哦，哎，它久了哦，哎，就收回去了，哎，有，因为后学都记得有啊，有送过来啊，哦，因为我们对这个座椅啊，可以说认识的不很透彻，不知道，哎啊，所以哦，稍微了解的话。那诵起来啊比较有信心，啊，那个咒啊就是虔诚的去持诵，效果就会呈现，哦，那知道呢，哦，更好，哦，知道内容呢更好，哦啊，知道就好了，哦，并不说，哦，要去把里面的内容全部都记下来，不用，哦，只要知道那，啊，就可以，哦，像我们今天有送过来的这一些啊，哦哦，DVD 啊跟 CD 啊，哦，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拿，也送给我们亲朋好友，哎，不要以后一问没有啊，哦，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后面呢都有放哈，哦，两边呢都有放。那么一切的哈，哦，灾变啊，哈，哦，恶星病之哈，哦，恶鬼啊恶神哈，哦，那个惨心堵人。哦啊，包藏呢祸心，常以啊哦暗箭来伤人之辈，莫不笃得呢哦龙，这个得龙就是有德的，哎，那一种哦
寒凉而易消，哦，被池风呢而哦心化，这个披着池风呢，哦，心啊，受到感化了，不但呢不能起恶，而且呀，哦，转暴为良，哦，平那夜叉，就是欢喜哦，欢喜天的鬼神的名称哦，平那夜叉，哦，知恶鬼王。哦，以诵咒啊，这个饶益啊比类，我们诵咒啊就可以啊帮助这一些哦知恶鬼王哦病起见属哦，所以他们呢啊接连啊深恩，就是很感恩哦，常加守护啊那个持咒的人哦，护咒啊哦辩护啊持咒之人，那么厄难当之啊是咒呢常有。84000哦 ，no 由他，哎 ，no 由他呢，就是千万哦，恒河沙积子哦，啊，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呢，皆有哦金刚啊咒而为眷属，咒业啊哦随侍，就是啊哦保护的持咒的人。那么前说呢哦罹难啊眼魔。离开了一些灾难哦，远离呀、啊、哦这个啊魔鬼，那么故事啊哦神王之力啊守此哦，此名呢自道哦悉假菩萨哦，知道呢要借着啊哦菩萨，那么咒啊哦是知佛的心印哦，知佛心里面的心灵结晶哦。坐呢、哦、在的那个地方、哦、就为佛在、哦、所以坐在的地方、哦、就是佛在、哦、故常有圣眷、啊、随侍、哦、就是有、哦、圣人的眷属、啊、都随时侍奉在、哦、这个周边，故时呢、哦、当知是佛顶的神咒、哦、很殊胜，那么常有80000啊4000诺由他、哦、4000的诺由他呢就是万亿啊，恒河沙积子就是百亿，那么金刚藏王菩萨、哦、言菩萨之事啊百亿不足以尽之啊，复、哦、以恒沙恒河沙来计之，恒河里面的沙很多、哦、就表示啊这一些护持啊这个咒的、哦、那个菩萨很多，恒河沙呢百亿啊不止以尽之，复以万亿计啊、哦、这个万亿恒河沙百亿啊不止以尽之，复以84000、哦、40计之啊，那么吉言啊四目啊有如席之多、哦、这么多的、哦、那个啊护啊做的这一些、哦、那个啊王、哦、跟眷属，那么现啊、哦、威勇哦之贤，具呀、啊、哦降魔之力，哦故曰哦名啊金刚，哦运哦秘密之德，设啊金刚之咒，故称呢哦藏王啊，总之哦为一类相继呀、啊，一一皆有知金刚咒而为眷属，那么天启呀、啊、驱策，哦如佛陀金刚，青面的金刚。此之圣咒啊，为护持啊，哦咒，并护啊，哦这个护卫持咒之人，咒业啊，哦这个供随啊，啊侍卫哦，如慈母啊之护婴儿，哦时刻啊不离。那么设有众生以善乱心，哦挥三摩地啊，就是心啊没有定，哦。那么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啊，哦，比之善男子，何况呢？决定啊，菩提心者，哦，所以那个善心的呢，哦，这一些来护持。那么何况呢？哦，我们有发这个菩提心，那么此之金刚菩萨藏王精哦精心因数哦发彼神事呢，世人应时啊，心能记忆啊。84000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啊，得无疑惑、哦、
那么色有众生哦，这个疑善乱哦，善心啊乱心之时哦，非有正定啊，常住三摩地。但能呢善心失意啊神咒哦，乱心啊哦持哦神咒，哎，那个乱心啊口持神咒。那么虽非哦定心呢哦意持。而金刚王亦常随哦从于彼哦，就随啊那个诵咒的人，为了报佛恩，格外啊哦施护哦，通称呢善男子者，以能一神咒啊即济啊哦善根故。那么何况啊哦就是还显的言辞哦，彼邪定济啊即不定济众生。哎，就是啊，不是那已经呢哦修持正定的哦，上蒙这个金刚啊随护，那么何况此等决定啊哦发菩提心者哦自在啊无上菩提，那么此之金刚菩萨藏王哦持金刚舞持秘密藏，或称金刚菩萨，或称呢哦菩萨藏王。那么金刚藏王菩萨，金刚菩萨藏王哦，这个呢啊，或称金刚王、金刚藏哦，随称呢皆可。以此菩萨呢，即得如来藏心哦，气惑已经迷惑啊，都去掉了哦，成精而已啊啊，修则啊炫技哦藏心。跟呢我们修道的哦显现啊都已经具备啊如来藏心哦，本来就无二，全部都一样哦，圣凡啊虽异心经通稳哦，那个心啊哎已经啊都能够相通，故能以同体心经呢哦啊相连，因则啊明也哦，速则急也，很快哦，冥冥之中啊如两镜啊对照，以心啊印心哦，速即起花哦，彼持者之神事啊应时得大开悟哦，世人应时心能记忆啊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前哦，这个那么久之前的事啊哦，一切妙理周遍了之啊得无疑惑，即所谓啊成就众生呢哦出世间智哦，就是啊能够使我们啊哎都能够啊生出啊啊这个出世间的智慧。那么从第一劫乃至后生生生哦不生要差罗刹哦及护耽那哦，这个迦叉护耽那哦鸠盘叉哦毗舍遮等，并知恶鬼有形无形，有祥无祥，如是恶处。哦，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哦永离呀、啊，哦恶处就是哦不好的地方所在。从初发心持咒哦那个时候开始，哦一直到最后生，就是往后成就了，就不会呢到凡尘来受生。没有形象的哦，生生呢舍离哦，舍生去生，这一生已经去掉，然后又来凡尘哦，又转世哦，那么不生啊下至之去哦，不会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哦，因得通明啊哦，有助道哦，通明以后啊就有助道，那么要差呢哦叫做夜差哦，这个劫极鬼啊，那个鬼啊很迅速很快，罗刹呢哦食人鬼哦，那个鬼吃人的，护耽那呢哎就是啊臭恶鬼哦，指啊热病鬼哦，夹杂护耽那哎叫做奇臭恶鬼哦，指热病之甚哦，发烧个足厉害哦，黑都是患的这样，鸠盘叉哦，夜魅鬼啊，讲暗时啊咧困，地里边哦，叮当，迄就是这啦，九盘茶，夜魅鬼哦，妄行哦，毗舍遮呢，这个啖精气呀、啊，哎，就是会吃人的哦，那个精气呀、啊，浑身都没有力道了，
哦，能淡人精气啊，及淡五谷的精气。所以以往啊，一些在凡尘啊，参禅打坐修道的哈，那假如说要呢，这个吸收呢，我们五谷的那个精气啊，就在呢，满灰以后，我们种五谷啊，有满灰有无？然后结穗，有没有？从满灰结穗开始哈。啊，你就到这一个地方啊，去吸收啊这一些五谷的精气，那对我们身体呀、啊、非常有帮助啦。可是现在农药喷得那么厉害大概这个没有得到利益那个害处马上来了所以这个不理想啊。可是以往啊，就是没有农药那个五谷的精气啊，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比那个吃补还要好。那么病之恶鬼，恶鬼啊，就是呢，肚子很饿，可是那个喉咙很小，吃东西呀、啊，都吃不进去呀、啊，都一直饿，恶鬼，大腹啊，臭毛，这个针啊。那个喉咙啊，就好像针一样那么小，然后巨口，那个啊嘴巴呢，都好像有火，东西一到呢，这个嘴巴呢，哇，就变拢焦了，烧焦了。那么有形，即是呢有色，如修旧啊精明。那无形啊，即是无色，如空散呢消沉。这个呢我们了解说一直到无色界啊那个三界的无色界啊就有这一种现象。那么有祥就是灵通怪变如鬼神精灵。那么无祥就是啊离智啊坚顽如精神已经化为土木啊金石如上呢之处啊，各个地方所在啊，各有自苦啊，都是很苦的地方所在。那么遮障呢，圣道，就是要修道，在这个地方所在没有办法。那么既然生啊不生，已经不生在这一种不理想的地方所在，则圣道啊可修，因缘啊果满。而至呢，最后生，最后啊，就成道了，就不来凡尘了，最后生。那么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啊，若藏，姿色呢供养，决绝不生呢，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就不会呢生在那个贫穷下贱啊不可乐的地方所在。那么此之众生啊纵其自身啊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啊须于此人由是呢得以恒河沙阿僧祇啊不可说绝非常久的时间，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二叉纪呀同次熏修，那个二叉纪呀、啊，就是一生呢一个地啊三个国啊都聚在一起，同次熏修永无啊分散，决定呢花菩提心的人。不为啊不生呢那个杂趣就是那不可乐的地方所在即人中呢不可乐处啊亦复啊不生我们在人啊像现在的社会啊假如说当个街民这个天气一寒冷啊冷到那零下几度以后啊基本很多街民很多都冻死了就是已经没办法再生这个一直生下来，所以啊，这个不可乐处啊，就是那样。
那么若、哦、果将此神咒、啊哦、这个对本、哎、对着、哦、我们有诗本呢叫做读、哦啊、不用看书呢叫做诵、哦、那么静邪、啊、为书、哦、那变书呢为邪、哦啊、身配、啊、明淡、哦、气质、啊、明长，那么姿色呢供养，哎，就是、哦、好像香或用花用灯、哦、用土、哦、用水果之类、哦、节节不生、啊哦、每一个节都不会生在贫穷下贱、哦、贫穷、啊、会妨碍、啊、道业、哦、为不可乐处，那么既不生此、啊、则定生、啊、可乐的地方、哦、以持尊胜的顶罚感尊胜的果报，那么若此之众生呢不作福业、哦、若欲、啊哦、生佛界、啊哦、定必、啊啊、多修福德因缘才可以，那么今此人呢自身、啊、不作福业，但能呢持咒，而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啊、悉以此人、哦、那个就是咒力使然，做的力道、啊、使他这样，由是得以、啊、无量劫与佛同生、哦、一个地方所在，那么既、哦、常在佛前、啊、必、啊、常随佛学、哦、跟着佛在学，了知之佛、啊哦、是众生心内之佛，众生呢乃知佛心内的众生，所以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哦、心跟佛跟众生、啊欸、都是同等地位，没有差别的、哦、如二叉纪、哦、这国这个三国、啊、一地一个地、啊、生三个国不相舍离，同次呢、哦、训练修习永无、啊哦、分别离散、哦、这个很理想，那么是故能令、啊、破戒之人戒根清净，为得戒者、啊、令其得戒，为精进者、啊、令其精进，无智慧者、啊、令得智慧，不清净者呢是得清净，不持斋戒、啊、自成斋戒、哦、种子呢为持咒前、啊、有种种的知识、哦、自持咒以后、啊、仗着神咒之力自能、啊、成就，哦、不持斋戒、啊哦、自成斋戒，非为呢不要持斋戒、哦、自然能成斋戒，那么戒为、啊、无上菩提之本、哦、自当呢、哦、戒之，那么此之斋戒呢、哦、自成、哦、与一个比喻、啊哦、来了解，说引经子、啊哦、戒烟、啊、很困难、哦、那么如有生之年多为啊哦吸食过烟哦没有吸烟过，那就呢不戒啊哦自戒，不用戒啊就已经戒掉了，还会哈哈。而乃是善男子持此咒时啊，设幻境界于未受时，还没有持咒啊有幻境界。那么持咒之后啊，哦，重戒哦，中破戒罪啊，哦，无问轻重，一时啊消灭。重经饮酒食啖呢，五心种种不净啊，哦，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哎，不把它认为这个是过错。那么这一段啊，名持咒啊，能灭现在的之罪。那么持此咒时啊，自应啊言辞哦境界哦，以佛有明回明确的教导哦，故设有幻一切的境界，以未受此咒时，那么今既持咒啊哦自心哦，则是啊不更幻，哎不会再幻了、啊、以前的过错哦，前心呢哦作恶啊啊如云啊覆露。好像哦，那个啊，云天上的云啊，把太阳都遮住了。那么祸心起散啊，哦，四句啊消暗，
哦，我们后来心已经都起善了，要行善，就好像火炬呢，把那个暗啊，整个都消除了，变得很光明。故重罪啊，无问轻重，一时啊消灭。那么纵使网路啊，哦，曾经饮酒，哦，酒虽灰啊，分物，哦，亦无哦性命。哦，然酒为啊起罪的因缘，哦，故以啊禁之。那么食啖呢？哦，五辛呐、啊，哎，就是葱蒜哦，酒曲哦，辛曲哦，这个五辛呐、啊，熟食啊会发淫，生啖呐、啊、就增秽哦，生吃的话增加我们那个哦生气的哎那个气势啊。所以这个五个、哦、都是天地、啊、不正的、哦、那个气所生、啊、所以就不要吃、哦、以致种种的分心、啊、不净之物。那么经济、啊、持咒之后，则知佛菩萨呢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以既往、啊、不咎、哦、已经过去、啊、就不再追究了。那么色有不净哦，破壁的衣服哦，一行一住啊，师哦，悉同清净哦，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哦、诵持此咒啊，凡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哦。所以这个讲咒的殊胜。那么前文呢，佛哦教着这个心净衣燃香呢诵咒。哦、那么又叫、啊、六时行道、哦、三七、啊、不寐、哦、不睡觉。那么金银色有不净呢，则不局限于、啊哦、清净的衣服、哦、银破壁、啊、则不局限于新衣、哦、又银、哦、还一行，则不局限于、啊、六时行道。那么一住则不局限于、啊、三七不寐、哦、此为行妥妥行、哦、妥妥呢就是苦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认清真理、啊哦、来行苦行、啊哦、那个好像恶土成金、啊、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都不 认识，然后行苦行、啊、好像、哦、黑夜、啊、离险道哦，迄暗暝啊，搁行伫个吼，迄哦有迄落安尼断崖，迄不摔摔死呀！哦，那清贫哦不灭者啊，恐失诵咒的利益哦，各特呢哦开许，悉同呢清净。那么前佛言哦，如法见谈依教啊行道，方合如来清净的规则。那么今则此人呢，既华之才，众不坐坛，又不能入楞严道场，亦不能、哦、随众行道，那么所有的功德啊，等无有异，是一样的、哦、所以啊，刚开始那个最理想的，到后来呢，纳入啊所有、哦、不理想状态的，也都可以、哦、修持一样，只要你持咒。那么若造忤逆、哦、无间、啊、重罪，即知比丘、比丘尼四趣、啊、八趣诵此咒语、啊、如是重业、哦、就是犯了很重的罪业、哦、犹如猛风吹散的沙迹、哦、猛风来吹、哦、那个沙迹在一起的沙的塔一下子、啊、西间灭除、啊哦、更无豪华哦，拢哦，吹到拢无快啊！那么此言哦，此言呢，极重的这个罪啊，哦，都会消灭。色漏呢，未诵咒之前哦，造啊这个忤逆罪，那么一定啊要堕入无间地狱哦，即哦比丘哦四气，四气啊就是杀盗淫妄，你有哦这四个哦，就弃在佛门之外。哦、叫四趣、哦、这个婆罗夷罪、啊、就是重罪、哦、就是已经、啊、你没有资格成佛了、
哦，为比丘啊犯此罪责哦，永去在佛法之外。那么比丘尼又加四个叫八趣哦，处八护随哦，这个处啊哦，就是以有那个心哦，心已经啊哦，就是染心啦、啊、哦，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意啊，已经有染心哦。染心跟男子的身、啊、相接触、哎、这样就、哦、不行、哦、比丘尼、啊、不可以。那八呢、哦、就是为、哦、跟那个有染心的、哦、这个男子周手、哦、周衣、哦、平处共治、啊、就是说都没有人、啊、只有两个坐做会还有这平处共作、哦啊、共于两个、哦啊、没人看在那里共会啊，共行两个道理行哦，相依相期，相互相期待，这八行哦，这八哦，八种八思。那护啊哦，为呢哦，护他重罪哦，就是把哦这个一个人的那个重罪，你拢个砍起来，拢不爱让人知影，还有这护哦啊，谁呢？哦，就是随、哦、大声的、哦、攻击一时啊，哦，为做攻治法则，哎，就是、哦、人啊咧，哦，不是要大声的，你拢去跟人踢，哦，啊，你拢无要做迄、那个多、哦、比较呢大的那一些法事啊，你拢无要做，哦，吃的穿的拢袂啦，做的拢袂啦，哦，安尼袂使，哦，所以比丘尼多四个。哎、就是八气，你有犯这个、哦、八气啊，一样就永气在佛法之外，不可能成佛成道。那么如是等罪啊，哦，皆极重而不可忏，哦，不能哈、哦、忏悔。那么若是啊，哦，知道忏悔，哦，然后悔过了，哦，那么诵咒啊，哦，来求忏。上座的、欸、那个力啊、哦、那个神力哦，应念啊就消灭啊如是的重业，所以啊都有开一个门哈、哦，让有犯罪者啊能够重新来过哦，这个是哦佛法的殊胜所在。那么犹如哦沙迹哦，那个沙呢都积聚在一起哦，岩沙已经成迹呀、啊。灰猛轰呢，不能吹散，哦，而哦那个咒的密呀、啊，哦密呀、啊，哎密咒哦忌呀、啊、不测的威神，哦就是你想不到的哎那一种神力，一吹呢便散，更无豪华之少流，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管以往啊，哎这个多大的一些呀、啊，哦。哦、不好的自己在内心之中啊、哎、都、哦、记得，那我们呢就说可以诵咒、哦、虔诚的诵咒、啊哎、就可以、啊、把那一些全部、啊哎、都、哦、吹散了。而那若有众生呢从无量无始觉来，所有一切啊轻重罪障从前世来、哦、未及啊忏悔，若能读诵诗写此咒，身上呢、哦、这个须带带持啊、哦、若安住处、哦、庄宅严管，如是啊积月啊、哦、油汤呢、哦、消血、哦、好像热汤呢把那个血啊都融化了、哦、此极远的罪灭，很久远的罪啊都灭、哦，罪之所以啊称障、哦、就是会障碍、哦、就是会妨碍啊我们正修。那么既未忏悔啊、哦、必障正修，那么咒能够除啊、哦、除掉这一些罪障，那么不久皆得悟啊无生忍，所以啊我们一定呢要领悟啊无生法忍、哦、这个人啊哎、我们就是了解、哦、他的真正意思、啊、就是安住、啊、不动。那我们、哦、另外、哦、那个 别意、啊哎、就是、啊、忍耐。那因为、哦、在、啊、佛的、哎、那个教法里面、啊哦、没有你有他，
所以没有加入的人，也没有忍耐的人，哦，没有受入的人，所以就不用忍耐，哦，所以那个忍耐啊是别名，哦，就是另外的。那真正的含义啊是安住不动，哦，人你能够安住不动。那无生啊，哦，华人，无生华人啊，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都能够领悟啊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领悟了以后啊就进入啊阿罗汉，就已经是阿罗汉。啊所以啊哦那个开始一个第一个嘿就是阿罗汉，接着啊哦必知佛，接着菩萨，接着哦佛，全部啊都最基本的具备啊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是一个、哦、最重要的、哦、入圣的一个功夫、啊哎啊、我们呢、哦、可以说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啊哎、那个无生法、哦、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啊、我们安住在无生法都已经不动了，叫做无生法忍，也叫无生忍。各位得到了没？比较有信心的哈、哦，好、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都呢得到、啊、无生忍。护持恶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啊，若能自心啊意念施咒，或能身上啊佩戴呢悉达达波达拉，哦，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啊，哦，即得长命；哦，欲求果报啊，哦，事圆满者，事得圆满；哦，生命啊，哦，设立啊，亦复如是。哦，这个呢就讲哦，根啊比较钝哦，然后基呀、啊、哦比较累哦，没有那么哦上基呀、啊、哦比较累。那不知啊这个持咒。哦、为当来成佛之因，那么为求啊、哦、色身的利益、哦、故意啊满取愿、哦、所以你求小的、哦、也可以啊满你求小的愿望。那么命中之后啊随愿啊往生十方国土，必定呢不生啊边地下贱，那么何况啊杂险、哦、所以我们了解啊命中以后啊，我们都会啊，哈啊，这一生啊，命啊，都会的，哦，这个到达终点，把这个身体呀、啊、还给天地哈、哦，所有宏图，哦，这个所有宏图众缘际会就有用，哎，终不能长期都占据了、啊，哦，一百年了、啊、就要还给天地了，哦，所以命中之后啊，随愿啊往生，哦，各位浅浅要往生哪里呀、啊？要去哪里呀、啊？要往生哪里呀、啊？各位就是要往生无极里天，这样确定啊？确定目标？确定了没有？哦，往无极哦，我们到达我们的本际哦。所以啊、哦、这个随愿、啊哦、就可以往生、哦啊、十方国土看你要西方极乐世界啊，东方、哦、琉璃世界都可以、哦、随愿就往生。那必定就是一定、哦、不会生在边地啦、哦、就是旁边的地方所在。那个我们都、哦、看到有一些、哦哎、不在一个发达的一个地区、啊哦、那个边荒，边荒的生活很困苦啊，哦，这个东西啊，哦，那个物质都很缺乏，哎，那个叫哦边荒，哦，那个边地。那么下贱啊，哎，就是哦，那个国家整个啊都哦没有那一种这个善知识领导，哦啊，所以都很啊那个思想做法跟所有风俗习惯啊，哎，都很不理想。哦，像我们现在看徽州啊，哎，就是那个下贱之地。哦，各位浅浅，
我们假如说是生长在非洲，我们有机会啊，这个求道、修道、成道吗？好、哦，家都咧未富啊啦，哦，到垃圾堆去找食物吃啊，哦，那很可怜的，哎，所以哦，我们要呢知福，知道啊，人在福中要惜福啊，要知福，要努力修啊，这么殊胜的环境哦，不修成佛太可惜了，哦。还、啊、要修成佛以后啊，哎，发愿哦，来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呢，到下贱的地方哦，去劝善，劝他们为什么这么下贱，就是因为不行善。哦，行善了以后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了以后，哎，他们那个下贱啊，名称就消失了，哦，就不会了。哦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那个带头的啊，一定都是哦很困苦啦，哎，可是要有那一种哦那个受苦的哦那一种坚定的信念哦啊，才可以完成。那么何况杂行，杂行呢就是不是人道了哦，就是已经啊丧失人道了哦，就不会去呢哦那个出生啊。哦，那个出生道啊，哦，那个非人的那个现象。二难，若知国土周现饥肉饥荒哦，欲力呀、啊，哦，后护刀兵贼难啊，斗争兼以一切呀、啊，哦，恶难呢，哦之地，失血神咒啊，安成四门，病之肢体或脱哦奢上。哎，这个肢体呀、啊，哦，就是供养处。那么脱舌呢，哦，就是床，哎，那个哦，哦，董欢呐、啊。那么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呐、啊，奉迎施咒，礼拜恭敬啊，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呐、啊，各个生配或各个呢安守积载地，一切的灾厄啊，悉皆消灭。哦，这个化暴力啊为祥和，所以这个咒啊力道很强。而那在在处处啊，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啊，天龙欢喜，风雨啊甚时，五谷啊丰盈，哦，造树安乐，哦，亦复能镇啊一切恶心，随荒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妖。哦，扭界枷锁啊，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啊，常无噩梦。而乃是娑婆界啊，有八万四千啊灾变恶仙，哦，二十八大呢恶仙而为上首，复有呢八大恶仙以为其主，哦，做种种行，吃现事实啊，哦，能啊生种种。哦，能生种种众生的种种灾异，哦，所以这个说咒的功效，哦，由此咒的地方啊，哦，能信啊信受呢奉持，天龙欢喜，则风调啊以顺，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啊科学家在预测啊，我们往后啊这个世界啊，哦。这个不是啊，这个淹水啊，哎，就是啊干旱，哎，啊不是到哦那个大风雪啊，哦就是啊下雪，零下很哦很多的度啊，然后啊就是哦啊非常热，哦这个热到呢，这个人都没办法生活，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哦已经啊这个是我们人哦人带来的。天地的变化，哦，所以啊，整个天地都一直在变化。这个上个礼拜啊，这个我们在问这个世界末路啊，还记得吗？哎，世界末路了哈、哦。那我们用言会哈、哦、来演算了，我们从哦天这个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啊。降人，人降生，对不对？然后哦，寅辰巳午未，现在哈、哦、未会，对不对？哎，啊，是不是经过六万年？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哦，我们就是了解，它有一半哦是有哦这个生物有人，那有一半是没有。然后我们现在哈、哦、五味交替了嘛，啊有万八逍遥，对不对？好、哦、味，然后生幼，生幼啊一个啊，哎就有一万零八百年，还有两个哦就两万，跟我们现在味。五位交替了以后还有这个一万零八百年，所以三万年以后啊，我们啊人就不见了啦。这样世界末日怎样多久吗？大概三十、哦、还要再三万年。我们还出世几次？我们一次一百年啦，出世几次、哦、还蛮久、哦。然后啊我们那个哦啊亥哦，我们到了解到亥就已经混沌了哦。我们五位生幼哦到幼哦虚亥哦地呀、啊、地灭了哦天尽了，然后啊子会又开天了哦，丑会又辟地了，寅会啊又降人了哦，已经到下个元会了哦。人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是形象灭了、哦、可是我们佛性都没有灭，都在啊，我们所造的业也在啊，也没有灭啊，没有，都在。所以啊下个淫会、哦、开天辟地啊，淫会生人的时候谁要来啊？哥要不要来啊？啊你考虑 哦， 哦考虑考虑要不要来。那我们现在有的、哦、有求道啊，他都不研究也不修，对不对？那个叫种子不灭啦，就是说以这个人的种子啊还在。那下个缘会、哦、人要降世啊，他们就、哦、要来了，不得不来。为什么？因为他的业、啊、把他们推来、哦、所以啊缘会啊生人他们就来了。那我们华母性子十戒讲得很好听啊，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啊，先衣先鞋都收回去了，哦，把咱挂下来，实在是我们一念的妄动啊，你不动心就好了啊，就不会下来，而下来了，哦，受苦自己自讨苦吃的啊，是不是这样？哦，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经过哦。这个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降人、哦、然后辰巳午未、哦、那个我们现在又五位交替了，然后又上天大开普渡，我们下个元会这个时候又来，大家研究心理心法啊，了解了没啊？还不要下个元会再来啊？可以再来啊，度化众生，而不是被业力推来、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为什么？造业啊，那你被业力推来了啊、哦、来。所以啊难怪、哦、南极老先生在讲，自我成道以来啊，天地已经混沌了、哦、七次了。那我们看过几次啊？哦，一次也没有。我们已经生生死死啊几万次了，哪有哦，一次也没有啊，哈、哦，一次也没看过，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啊，才会知道说啊、哦，自己啊已经经过了千生万世。所以老师啊，一直鼓励我们。你看那个，谢谢你啊，哦，老师说我们一定记得哦，累劫累世的记忆啊，啊，记不记得啊？哎，我们都不记忆的哦。老师是鼓励啊，鼓励我们去追求，因为这个从理啊就可以追得出来，我们可以了解，所以啊、哦、我们三年前第一次上课就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对不对？到现在还是一样啊、哦、没有变化，还是一念不生。可是呢我们可以到达哦，司机啊而龙显，各位到达了没？还没哦，家里做就是家里做了，这个天下事就是不知道。哦，那个神通万物啊，还没，哦还没。所以后学都讲那个哦，
那个阿难啊哈，在请那个文殊菩萨出去托钵，有没有？还记得吗？哦哦，他很忠厚老实，踮在门口咧顾顾迄个文殊菩萨，什么时阵哦出去托钵？哦，那伫咧讲都讲遐久，甲大梵天王哦咧讲道，哦，哎呦，较紧嘞啦，出去托钵啦，大家拢爬袂起来啊。饿得爬不起来，哈、哦，未使，我都爱过来甲释迦牟尼佛讲，讲伊吼拢无要去托钵啦。然后你看哦，释迦牟尼佛又没有出去看，他怎么知道说人家文殊菩萨已经托钵回来了？叫阿难说，你去饭厅看嘛，已经退回来啊，托钵回来。阿难讲有影哦，嘿，赶紧我来看嘛。佫等伊甲佛讲，有啦，一碗尔，啊人遮济，啊迄一碗要互相，要分互相食。迄佛甲伊讲吼，你莫看迄一碗，咱娑婆世界众生拢来食吼，食袂完。你赶紧去打剑锤，集合大家来吃。好难得安尼吼，真老实安尼点啊，直直看，看伊碗哦，咁真是啊，食袂完哦。迄、那个底去，哎、欸，安内个一碗好好，佮迄个底去，哎、欸，安内个一碗好好安尼啦。讲直直底哦，所有拢大家食饱，好、哦、个普信哦，迄、那個、去花呢三四千个伊个迄哦，迄、那個、部下来食，大家食到全爬袂起來。啊，普信就去找文殊菩萨，讲无啊，你迄饭内底是藏毒药。啊，无我遐内拢食甲爬袂起來，伊讲你遐徒弟大家拢贪食，嘿吼食饱就好啊，伊安尼食甲爬袂起來，你看安尼大家腹肚吼拢胀啊，胀甲爬袂起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想看看，吼、哦、佛在吼、哦、在里面啊吼、哦、没有吃气，他为什么都会知道？文殊菩萨也在。哦，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出去，为什么化缘回来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哦，现象，你不要住相，哦，那个我们的佛性啊，不可思议啊，哦，嘿呀、啊，哦，迄、那个神像哦，也辛苦的甲大梵天王讲道，伊的佛性已经哦，出去外靠哦，来化缘了，已经出去本来了。哦啊，所有啊，哦，诶，王舍城遐百姓，大家吼，好拢安尼认真吼，伫咧布施啊。啊，伊吼文殊菩萨，把所有布施啊，拢变作成就啊。嘿，啊，提到顿来时阵哦，你食袂完啦，迄足济。所以啊，那个就是哦，我们累世修的本钱，哦，伊有迄个本钱啊，伫咧修。所以我们讲爱生子得本，有无？你有啊，你已经有了，所以为什么菩萨哈、哦、他有六度万行？第一个就是布施，哦，布施持戒，然后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一个布施，他的频道频道，他的三一一波什么拢无啊，啊，要叫伊安那布施呀、啊？嘿，所以哈、哦，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他生子得本累世修的哈、哦，已经拢伊的本钱啊啦。哎，即嘛吼，虽然讲吼身躯无杂，唔过伊拢吼迄个幸运内底啊，哎，到位啊，好安尼吼七宝充满，伊要爱的有，讲吼食的有，食有金嘛，吼、哦、你食袂完，自己吼、哦、吼、哦、不想用了，都度化众生用。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平常一直行善累积，哦，那个善呐、啊、会生根，叫善根，啊，善根呐、啊、会成熟，啊，你善根成熟的时候啊，有善知识引导，哦，就会啊把你引到这个最上身，哦，啊，你就可以啊脱离苦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平常哎就是要努力做的。啊，形象现象啊，都是啊变化无常，假的啦，都不真。哎，啊，真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啊，本体之中啊，很奥妙，我们都日用，日常在用，
所以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都没有差别啦。哦，我们的心就是佛，哦，我们的心就是众生，哦，所以啊，要了解到，哦，我们本来就跟佛一样，之所以啊没有成，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哦见解，我们的知见都不正确啦，所以叫众生知见。哦，假如说我们是啊正知正见，佛知佛见，成不成佛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弃掉我们的众生之见呢？各位有没有探讨什么原因？既得利益啊，不肯放舍，对不对？啊啊，这个什么利益啊？哎，就是现哦现象，身体要用的啦。哦，这个利益啊，哦都不肯放。那假如说我们可以放。哦，把这个众生的知见啊，全部都放掉。哦，所以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所有众生知见都不要了。那接着我没有起心动念。哦，没有哦，生发一个念头，那个就叫佛知佛见，正知正见，成佛了，容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哦，很容易的。哦，只是我们不肯做了，哦，我们不肯万念放下，放不下，可以放得下吗？可不可以啊？努力啊，哦，正在努力放下之中，哦，要放得下，哦，这个放得下才会成，放不下呢，啊，我们就很烦恼，就受苦了，哦，啊，一定要放下。我们讲到五谷丰收这边嘛，哦，这个聊天怎么在为得病啊？哦，庶民安乐，亦能呢，哦，镇压一切的恶心，哦，这个心各有哦荒，哦，故曰呢随荒，哎，拢哦有伊的地方所在。那么反常啊，哦，怪异，哦，随其呀。啊，所感之力啊，哦，之荒而现，哦，所感的哎那个地方，然后呈现。那么人事啊，哦，做一下，天道呢应乎上，哎，人事在做，天道在应。那么既呀、啊，哦，变怪不兴，灾障自然不起，哦，那个灾难障碍自然就不起，灾不起呀、啊，哦，则。各尽啊天年，就是我们啊可以啊、哦、就是从生到死啊，中间都不会哈、哦，那个横逆的死掉了，哦，故人呢没有横夭，哦，这个葬不起啊，则相安无事，纽界枷锁啊，哦，不着其身，哦，那个纽界枷锁、哦、就是卡靠秋考了，哦。古早卡靠秋考，哦，纽界枷锁。那么昼夜、啊、安眠，常无啊噩梦，哦，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做梦都不会有噩梦了。哎，娑婆呢，哦，是五浊恶世啊，故有恶心，哦，净土啊，哦就没有，哦没有恶心。八万四千呢？哦，来周类啊，哦，数之总数，哦，应众生烦恼之数。我们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哦，那灾变恶心啊，哦，恶啊不自恶，因灾而变，
二十八则啊，为四方之经，东方呢七星，这个有把那个名称啊，写下来，西方呢七星，南方呢七星，然后北方呢七星，这个我们在这个易经里面啊也都会有。那么地方呢，清明则四期呀，各住本位。若灾难啊将起呀，则四期呀，地啊互交错，能统领呢八万四千而为上首，互有八大恶星，金木啊水火土，罗侯祭都会，那么以为八万四千之主。二十八以为其帅，上列啊天象，下应啊人事，胜为福应，逆为灾变，从逆凶呢做种种行，出现呢事的时候啊，能生一切呀、啊，幻变啊灾异，非常啊不测之事，都想不到的灾难。那么由此坐地啊，悉皆消灭。十二由旬啊，成结界地，知恶灾祥啊，永不能入。由此密咒之地啊，所有灾相悉皆消灭。由旬啊是祭礼，那有三种说法，大的呢由旬八十里，中的呢六十里，小的啊四十里，就是由旬。那么结界地啊，有这个百年呵护，知恶灾祥啊，永不能入，灾祥啊，是凶兆，那么不取吉祥之意。是故如来先示此咒啊，于未来世保护啊初学之修行者入三摩地，身心呢泰然，得大安稳，更无一切呢知魔鬼神啊。及无始来冤恒树殃，旧业啊，尘债，来相恼害。那么佛言，留于未来世啊，保护初学，而不言现在者，以现在的佛事啊，魔不得变，故而不言。那么九修之事啊，有利降魔入三恶，三摩地。修了很久，他就有力道来降服那个魔鬼，自己啊进入正定，身心啊泰然，解脱自在啊，得大安稳，旧业啊世殃不来。那么如及众中啊，知有学人及未来世啊知修行者，依我道场如华持戒，所受呢戒主。逢清净生此子咒心呢，不生疑悔。是善男子啊，以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啊，十方如来变为妄语。所以这个讲那个比较重的话，就说你一定要相信如来不会骗人的未来上之保护啊。现会啊，亦当的信受，如华不疑，世人疑现前啊，五蕴身不得心通啊，十方如来变为妄语，心通则即是即是呢心地啊开通，智力啊未充，一蒙佛助，佛会帮助，说是语语啊，会中无邪，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啊修菩提者，金刚者即手持啊金刚舞，乃力士众无量百千啊即眼其多，由护咒，所以护人也这个保护人。尔时幻王并天地士忉利天的那个天主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呢同时顶礼而拜佛言，神有如是啊修学善人，
我当呢尽力啊自成保护，令其一生啊所作如愿，哦，一生如愿啊，哦，为令这个现生起证，哦，就是一世修啊，一世成，哦，现在的生啊就可以取证，哦，圆满啊菩提，所谓的不立生起啊或法身。不要经过长时间的修持、哦、就可以得到法身。那么梵王帝释、啊、就是欲界、啊哦、第二天四天王之天呢、哦、欲界的第一天，复有无量要叉大将、哦、支罗刹王、富丹那王、鸠盘查王、毗舍遮王、哦、频那夜叉、支大鬼王及支鬼帅、哦、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世人、哦、令菩提心誓、啊、得圆满、哦、曰大将曰王、哦、皆同真、啊、之意，护持诵作修学之人誓得成就，富有无量、哦、非常多日月天子、哦、以师云师雷师、哦、并电伯等、啊哦、年岁啊巡观、哦、知心见属、哦、欲于会中啊顶礼佛祖而百佛言，我亦保护啊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那么日夜、啊、为、哦、世界、啊、造林之主、哦、一世天下、哦、一对日夜故云无量、哦、电称伯者、啊、长也、哦、即统真、啊、之号，年岁的巡观、啊哦、即十年值岁监察人间所有善恶之巡观、哦、见贤思齐亦保护、啊、这个修者。那么富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啊惊奇，并呢风神王、哦、无色界天以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啊是修行人得成菩提啊永无魔事、哦、万物的惊奇、哦、如药草哦，士林苗架神等，尔时八万呢啊四千诺由他恒河沙基子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极宠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的功业九成菩提呀、啊，不取涅盘，常随此座。救护呢末世啊修三摩地正修行者、欸、所以啊他们呢、很早之前就可以成菩提、啊、他不成、哦、不起涅槃、哦、就要随这个座来保护救护末世、哦、在修道的人。那么此名内圣金刚王、哦、菩萨花愿呢护座、哦、正啊究竟坚固之理称金刚哦、密集护持称赞、哦、慈威慈圣、哦、折射并行、哦、称王菩萨呢是起常矣，降魔则现、啊、慈无愤怒金刚之相，所修功业、啊哦、立正、啊、久矣、哦、不取涅槃是泯念的众生、哦、欲救度而以实质、啊、圆满菩提随此咒、哦、啊护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落在道场以以精行、哦、即以精行乃至善心游戏啊聚肉、哦、我等徒众常当呢随从侍卫此人，众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啊、终不可得，知晓鬼神弃此善人、哦、时游寻外，
此彼花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见熟，亦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物啊，哦，应遂其手，哦，犹如为尘，恒令此人啊，手作如燕。哦，如是呢，哦，修心求得楞严正定之人，乃至善心，为啊不能收摄啊心，哦，虽然善心呐、啊，不忘啊诵咒，我等徒众呢，啊，常当随从啊护卫此人，众令魔王，哦，这个异界啊顶天大自在天。哦，那个摩西所罗天啊，就是在大自在天管辖，哦，是色界的顶天，哦，摩西所罗天，哦，三目啊八臂，哦，持恶魔天，哦，魔王天啊，贪念呢尘劳，哦，扰这个扰乱呢正修，那么求其方便啊，终不可得。那么知晓鬼神啊，弃此修者，哦，时游行外。那么持彼花心呐、啊，哦，这一些知晓鬼神花心呢，要修禅定，哦，持魔鬼神呐、啊，亦有哦花菩提心呐、啊，哦，好乐修禅，哦，愿随修者啊，亲近啊，修行。若恼害正修，我以宝物啊，哦，应遂啊，其手如为尘，恒令修者手作如燕，哦，离之啊障难。那这边用假设啦，哈、哦，问菩萨以慈悲为本，哦，若果啊五岁啊其手，哦，这个好像啊能够把他的手啊啊。这个用五啊，金刚五把它哦粉碎，好像微尘，哦，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违背啊，哦，那个慈悲，哦，其如菩萨行佛，哦，他、啊、这个回答呢，就说好像父母之于儿女，哦，笑骂皆哦为教，就是要教导儿女。那么菩萨之于呀、啊、众生哦，折射啊。即时以拔计，那么五岁起手啊，本无啊嗔怒，而恒令如燕啊，哦，亦非喜爱，没有嗔怒啊，也没有喜爱，哦，就是随真理而行，哦，那么耳门哦深入啊，是为正修，道场持咒呢，皆为助行。那么立根者不必道场等住啊，哦，自脱禅入圆通，哦，脱离啊这个缠绕，被凡尘哦，哎，这个围绕，哦，就自己啊可以进入圆通，而不能呢，哦，触入者，哦，方用啊后门住之啊，哎，就后面所讲的这些啊，哦，都是住圆，哦，正修啊就在我们前面所讲的。哦，故此一字形啊，名叫做呢巧修正住，哦，最初的方便，哦，所以我们啊、今天送过来啊，哦，在两边啊有 DVD 有 CD， 哦，各200套了，哎，不够的话呢，我们再做，哎，阿哥就是要了解哦，这个是正修，哦，这个啊我们讲过的，现在送过来是正修。那后面这个呢叫助缘，帮助的因缘，帮助我们修道的因缘，哦，助修帮助我们修道。那么阿难呢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哦，我辈啊，哦，愚钝好为多闻，以自露心呢为求出离，蒙佛慈悔，哦，慈悲教导，得正呢心修，身心呢快然，获大老益。哦，那么既悟啊圆通呢，哦，本根，又闻道场的修法，哦，欲谢佛恩，故啊即从坐起，顶礼呀、啊，哦，仰拜，哎，就是一哦仰首啊，哦，这个表白，我辈啊，哦，愚钝啊，好多闻。
未能呢思修，于之漏啊未能出离，蒙佛慈悲啊哦教诲，得正啊心修，楞严大定啊，故身心啊快乐安然，哦获大啊丰饶利益。世尊如是修正呢佛的三摩提，未到涅槃，因何名为前会之地？四十四心自何见处啊？得修行目，亦何方所名入地中？因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语啊，五体投地。哦，大众一心呐、啊，自佛持音。哦，所以这个呢，就是阿难要求这个佛把那个见修的哎那个过程名目啊，一一的哈、哦、哎能够讲解。哎，让呢我们哦，这个现在末法众生呢都能够、啊、哎，这个按照啊哦一阶一阶的去修。邓蒙哈、哦、这个瞻仰哦，阿难的语悟啊哦正住啊熏修之法，那么父亲哦位次啊哎就是啊啊他有总共呢，我们从凡夫啊到佛有五十五个位阶啦。哦啊、所以这个、哦、请佛来讲，那么发心修正、哦、十方之佛最初所修的三摩提，从始至终未到极正涅槃之前，允何名为前会之地？四十四心、哦、即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哦、就是四十四心。那么自何见处、哦、得修行目、哦、及这个半道之眼目、哦、亦何方守、哦、亦则、啊、就是进修所到达、哦、的程度。那么何方守为各有、哦、方守分别、哦、分际、啊、不相逾越哦，名入啊地中，哦，名为深入啊实地之中，地者啊，哦，菩萨之位，等觉啊，于佛哦，这个等，那么大众一心呢，自佛持音，哦，两目直视于佛，瞻仰哦，待教，等待啊佛的教导，那么尔时世尊呢，赞阿难言，哦，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啊大众及之末世、哦、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圣者啊，从以凡夫终以啊大涅槃、哦、贤士无上呢正修行路，汝今呢谛听，当为汝收。那么阿难大众啊、哦、合掌哭心、哦、默然呢受教、哦，各位的心中呢乌个空啊、哦、哭心。那么以下这段呢是阿难、哦啊、这个妙禅那之前、哦、何为说禅那正位、哦、令住啊圆定直气啊菩提，即经中、哦、明知菩萨的万行、哦、之前呢奢摩他之前，那么佛为说奢摩他路令悟啊密因大开眼界、哦、即经中明如来密因，那么次啊、哦、这个妙三摩、哦、之前，那么佛为说三摩的修华令一耳根呢一门深入，即经中呢、哦、这个经明之中修正啊了义，那么佛赐文师选择，那么文师讲此方真教体呀、啊，清净在音稳，欲取三摩提呀、啊，哦，实以啊稳中路，哦，那么又说宣如导稳机呀、啊，还稳啊稳自性，哦，旋转哦，把它倒过来。我们那个、哦、能够稳到外面声响的那个、哦、根源稳基呢，然后还稳稳我们自己的自性、哦、性、啊、就可以成无上道，
那么圆通呢，哦，实如是，这样就可以到达哦圆通常。而阿难呢，心机啊圆明，悲心啊交集，哦，是中修行啊得无疑惑，哦，就是能够知道怎么修，哦，护明，哦，就是泯念末世啊，哦，请示道场加行。那么佛护为说，是从哦律语呀、啊、道场定慧，并呢哦亲闻神咒，则巧修啊正智啊哦已经呢圆满了哦巧修正智哦正修跟助缘助修都已经哦讲完成。那么此下哦问呐、啊、为次哦佛赞阿难呢发利他心入佛之见。哦，始从凡夫啊，终之妙觉。哦，从凡夫啊，跟妙觉，妙觉就是佛。哦，从凡夫啊，一直到成佛。哦，期间呢，经历呀、啊，哦，五十五位。哦，中间呢，哦，永无之委屈相。哦，都没有为人弯曲。如今啊，谛听，当为汝说。那么阿难及大众啊。哦，哭涕哦，那个远虑分别之心，就是把我们那个哈、哦、远虑啊分别的心，把它都掏空了哦，默然呢受教。那么佛言哦，阿难当知妙性圆明哦，所以这个讲到啊这个根源哦，我们妙性啊本来就圆明，离诸啊名相。哦，离开所有知就是很多了。哦，那个名跟形象，我们的妙性圆明啊，本质具备了。哦，已经离开所有的名跟所有的相。哦，啊，本来就无有世界众生，本来没有世界，也没有众生，所以我们在无极，我们都是在无极。哦，那个本质。那么真如之体呀、啊，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都是啊，哦，妙性啊，圆明啊，真如之体。那么因妄、啊、有生，因为妄啊，我们才有生。那因为生呢、啊，才有灭。哦，啊，生灭啊，名妄，有生有灭啊，都是妄。哦，所以叫随缘之用。哦，前面这个妙性圆明啊，真如之体。哦，有生灭啊，是随缘之用。哦，所以就简略啊，哦，就是染缘啊起，染缘一起以后啊，哇，我们在凡尘啊，哎，就越来哦，越每况愈下，每造的业啊越多。本来啊，这个好像我们在凡尘哦，这个做事业啦。哦，然后才欠了哦一点点的债，很小。可是后来我们越做哦债啊越欠越多了，欠到后来哦，因为事物太多了，已经还不清了，赖皮的啦，不想还。可是哦，这个上天啊，哎，就是啊，不能让我们赖皮呀、啊，哎，你不想还还得还呐、啊。哎、啊，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海料呗，各位姐妹，等你海。哦，灭妄，把所有妄啊，哦，就灭掉了明真，所以这个明也是都是假的啦。哦，因为假如说我们没有妄啊，哪有真？哦，就是因为有妄才有真啊。哦，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哦，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哦生灭都灭掉了，所有的妄都没有了，这样就是无上菩提以及大涅槃二转一号。哦，这个就是净言。哦，所以这个二转一号两个哈、哦、转无上哈、哦、菩提呀、啊、佛的那个治国。哦。然我们众生就转成烦恼，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烦恼转成啊无上菩提，这样知道吗？二转一号转过来，我们转得过来吗？这个叫做当头棒喝，昏昏沌沌的时阵嘣哦起来啊，嘿。然后大涅槃佛之断果，哎，就是已经断掉所有的生命，哦，断果，哦，这个转生死而得，哦，已经把生死啊转成了，啊，哦，没有生死，哦，所以二转一号两个哈，哦，在转，那看我们啦，啊，愿不愿意转，哦，愿不愿意转啊？哎，愿力转的话，哦，要努力，然后还要实际做。烦恼的时候赶快失手，烦恼从哪里来啊？我自己生出来的。啊，我自己生烦恼来烦恼，我怎么这么笨啊？哦，不笨，为什么？知道烦恼。哦，知道烦恼者是谁啊？哎，就是佛性，对不对？哎，那就无上呢，哦，菩提了，无上大涅槃了，没有了，哦，这样会不会啊？哎，很容易哈，哦。所以啊，哦，烦恼生死，菩提涅槃，哦，这个众生跟佛，迷跟悟啊，哦，辗转都相依啊，都会相依，哦。我们要了解，都是相依烦恼的生花，哎，咱哦该修，哎，烦恼安那生出来，怎么生哦烦恼出来？那个能生烦恼的那个哦，就是菩提啦。啊，咱即嘛哦，迄，那个生出来迄，那个原因动力哦，都不去研究，都研究烦恼的内容，啊，糟糕了。哎，烦恼内容啊，是不是很烦恼？啊，我们抛得掉吗？好像抛不掉哦。哎，咱拢会走入去迄个哦烦恼的内容哦去烦恼，哎，不会回过来看看啊，谁生出烦恼？哦，一看就好了。哦，原来你生出来哦，哦，所以生出烦恼，生出涅槃。都是佛性本体，都是真如。啊，我们哦，不要生烦恼来烦恼，最好都不生了，观念放下，哦，当下都佛了，哦，所以啊，非实有体性啊，哦，那个烦恼它没有体，也没有本性，烦恼没有本性啊。所以那个烦恼都没有吼，无动力啊！啊，要有动力，就是咱佛性付给他的啦。那我们付给他，我们来烦恼，那个叫助作啊，助受哦。啊，我们要了解到哦，烦恼没有提，可以不用的哦，都给啦哦。即所谓涅槃生死啊，哦，菩提烦恼犹如空华。全部啊，哎，这一些名号哈，拢空中的花啦。空中有没有花？哎，我们这个一眼就见空花，目睭咧眼红啊啦，哦啊，看到空中的花，吼，我想要去甲，哦，去甲摕啊。啊，即马花若无去，搁直直等，等你看伊啥物时阵搁生出来。阿难，汝今呢亦修真三摩地，执意啊如来大涅槃者，说你现在呢要修呢哦真三摩地，就是正定，哦直接到达如来的大涅槃，哦那个涅槃跟生死相对了哦，所以啊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可是加一个大哦，加就脱离了啦，哦脱离相对的生死涅槃。它已经是超越了，哦，是整个空间啊，全部都不生不灭。
那么先当呢视此众生世界哦，讲要到达如来的大涅槃哦，要先认识啊哦众生的世界二颠倒因呐、啊，我们众生世界两个颠倒的原因，然后颠倒不生啊。假如说我们不生颠倒，施者如来呢真三摩地哦，不颠倒就是如来的三摩地，如来的正殿呐、啊。哦，那个楞严哈、哦、正殿啊，就是最高的，哎呀、啊，所以哦，这边啊，佛就直接讲，哦，这个需要认识啊，众生颠倒，世界颠倒，哦，这个两个颠倒之因呐、啊，哦，是为什么？哦，倘若一念不生，即颠倒不生，施者如来真三摩地呀、啊。哦，就是狂心若歇啊，歇即菩提。有简单无？是有简单吼、哦。只要一念不生啊，就是如来的真三摩地。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啊，吼、哦，我们这个开始讲课的时候啊，就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如来真三摩地？是，已经到佛地了。啊，我们中间然、啊、后、哦、都起心动念太多了，有没有？起不起念？啊，啊都有生他卡啊，无念，怕算都无用。我们要了解到，一念不生啊，也是念。你真正的能够一念不生那个念。哎，你成了，那个叫正念，正知正念，佛知佛见了，也一样啊，有没有念？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啊，有没有那个觉在？那个觉，我们用一个文字啊，就叫念。哎，啊，那一个是佛哦，佛体呀、啊，哎，那一个念就是佛的本体。现在了解吗？虽然文字、哦、是用念，可是、啊、它实际、啊、就是佛的本体、啊、所以就是如来真三摩地。那我们要成佛就是那个啊、哦，很了解不？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你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都已经、哦、跟佛在一起了啦，就是佛了。哎，跟我们哦四十三篇那一篇啊。念佛圆通啊，哎，就是一样，各位可以把那一片啊反复的哈、哦，哎听，反复的看，你绝对会很熟悉呀、啊。哦，原来自己就是佛了，放下所有一切呀、啊。我们不要有哦，有什么都不要了，葛藤啊，哦，那个障碍全部都去除，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就是佛。好不奥妙，哦，很奥妙哈、哦，哎，啊，家里的魂啊嘞，啊，拢伫你咧外靠找魂，外靠找无啦，找不到，一定要回光返照，哦，一回过来一看自己呀、啊，哦，原来，哎，魂伫个哦心头坐，伫咱的心头咧坐，坐个真安稳。而那云何名为众生颠倒？哦，现在佛就讲，哦，而那由性啊明心，性明缘故啊，因明发性，哦，性妄啊见生，从毕竟无啊，哦，成究竟有，毕竟都无，哦，都没有啊，这么究竟有了啦，哎啊，所以哦，咱得提反这一干哦现象，哦，这一段呢就是讲。真如啊，随染缘、哦、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随着、哦、我们的染缘，从真的起妄、哦、从真啊已经这个起妄了、哦、由性觉妙明这真心、哦、性本自明、哦、圆照法界，我们的性啊本来它就很光明，它圆照的整个法界，所以我们佛性哦，它有百千个日夜啦，有光芒，
就更的哈、哦，所以要发现，要使它哦能够呈现出来，它很光明哦，所以性明性啊，本来就自己呀、啊、自体呀、啊、就很明。那么因妄的加明，咱拢讲想讲哦，性拢真暗，啊要甲伊加哦光明啦、啊。就是说要把光明加进去，加进去我们佛性本体、哦、因为加明了、哦、在我们的解体上面、哦、要加明就变成了、啊哦、业识之性，就不是、哦、我们那个、啊哦、真如之性，就变业识了，有业嘛。那么业识之性呢，由无明力、啊、转本有之智光哦，那个无明的力哦，啊转本来有的智光哦，各位浅浅，什么叫无明？不觉啦、啊，不觉叫无明。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觉还是不觉？不觉啦、啊，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的时间呐、啊、比较长。所以我们的觉、啊哦、很少出现、哎啊、假如说我们能够呢时时刻刻回光返照，那个觉、啊、全部都在，不觉没有，因为我们觉消失了，不觉才来、啊、不觉不觉、哦、然后就起惑迷惑了，然后就造业、哦、因业了就受苦、哎、就是我们不觉起心动念，为什么不觉？那么尴尬，各位起心动念有没有觉？哦，我的起心动念、啊、有没有？都要静静落来讲啊，我的起心动念去做代志，有没有？哦，都是这样，所以都是不觉。哦，啊、不觉就是无明，啊，无明的力道哦，啊，转本来我们那个智慧之光，那、啊、佛性呐、啊，哦，它有智慧，然后转本有的智光。就变成啊能见之见，好、哦、啊，咱那么在咧追求能见，对不？我会当看到，我会当看到，追不追求啊？哎啊，已经转变了啦，本来就有的，你不用看了、啊，你就会了了分明。可是现在就变成你没看不了解，要看要看哦，所以已经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哎、啊，你要能见就有所见。你看能熟已经建立了，有能熟就有变化，有生灭。啊，我们追求啊，要不要追求生灭？哦，不要，我们要追求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已经就已经哦不对了，很微细啊，这个地方哦是蛮微细哦，很微细的地方。那么熟即妄力啊，哦，因为啊能见就有所见，啊这个熟已经哦。哎，妄力了，建立了，哦，就生如妄了。你那个能哦，外当看，外当听，外当嘴，外当批，是不是已经都产生了？哦，啊，咱以为讲哦，我能力都很强了，是不是已经啊，丧失本来了？这样了解吗？哎，啊，哦，咱来撸在咧摇摆，撸咧电，啊，离真多真力啊，撸远。越远的啦，哦，因为剩下十几分钟了哦，要留这个时间给各位浅浅提问，哦，提问比较重要了，哦，我们这个一七九刚好都讲完，哦，下个礼拜呢，哦，就一八年。有没有要问的啊？你想是跟你有前前在问说。好，请说。我们白羊修士，白羊以后回去，很多人回去，他回去是回去天佛院，那天佛院不是都在天吗？所以我们的心意识啊，都比真心强，强不强？各位要了解到哦，我们哦老祖师啊，哦弥勒祖师啊，在多率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掌天盘，所以他那个时候掌管哦多率天。那现在是掌天盘了啊，那我们还要去多率天吗？不用了，
要不要去？那个欲界的啦，欲界的第四天，哦，那我们就了解，我们要超出三界啊，超不超出？那还要再去三界的欲界里面哦，要不要？哎，不要了啦，哦，要超出了，超出三界，哦，那多帅天在欲界的第四天，哦，四天王天，哦，第一天。忉利天第二天，夜摩天第三天，多帅天第四天，然后乐变化天第五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天，欲界有六欲天，有六天，哦，等于天道部分啊，哦，我们不去多帅天，我们要去无极里天，然后因为哦。仙佛都很慈悲啦，讲你唔惊死哦，你得爱过来天佛院啦。跟我们讲，他较爱清醒啦，唔通安尼愈修愈顿顿，当头棒喝。还有吗？那大师兄说，多帅天的内院跟外院是什么？因为哦，了解哦，之前啊哈、哦，还没有大开普渡的时候啊，那有一些已经哦，本身修得很好，哦，很好呢，就在多帅内院呐、啊，啊，那个福报气的哦，就在多帅外院呐、啊，哎，就是福报道的哦，跟那个自修的哦，你的心性到达是不一样，虽然一样在多帅天，可是它就分内院跟外院。是这样差别啦，那我们是要、哦、直接回到无极里天，是里天，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那个世界太多了啦，都是偏离一方啊。然后我们要到究竟，哦，无极，还有吗？那刘讲师这样说起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就是不是无极天、啊，只是一个欲界天嘛。哦，对啊，都是那个我们老祖师之前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那个是在欲界呀、啊。啊，那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没有哦接受那个受记呀、啊。你没有受记哦，你就是还在哦，这整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看看呢，是在哪一个、哦、天的那个管辖之下去修持，然后你哪一个管辖之下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啊。嘿，所以我们、哦凡人就教说，你用念佛、哦、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对不对？哎，那个是他的愿力呀、啊，吼、哦，说哦，你念佛，念阿弥陀佛，他有那个发愿，说你就到呢我的西方极乐世界来，哦，是这样，哎啊，所以吼、哦，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现在啊，哦，有求道，然后你没有努力修，你种子不昧，那很多的凡人他没有求道，可是他很努力修，他一样种子不昧。那下个缘会来的时候啊，不是说只有求道没有修的人，还有、哦、各个宗教他行善的人，他一样啊、哦、也是种子不昧来。那你要成道成佛，一定要受记啊。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七佛治世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哦、修到那个程度了，你就回你自己的本位。那假如说已经三佛收言、哦、那个时候啊，威音王以后，你一定要经过受记，你没有受记都是外道，天然外道。还有啊，还有十几分钟，好，请说。有先贤在问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如果我们家里如果有好像看不见有不平安的，我们要点那个檀香。那浅浅在问说，点檀香，我们到底是要我们有一二三楼，我们到底要点哪里？哦，看看哪一楼有问题就哪一楼点啊。啊，你三楼都有问题，三楼都点啊。那是要整天点呢，还是说一个时段
看你的那个哈、哦、情绪的稳不稳定。你情绪稳定的话哦，就不用一直整天点了。那个情绪不稳哦，就表示我们周遭有一些在干扰。那在干扰的时候啊，哦，你这个点了以后啊，哦，它那一些啊干扰的会走开。所以哦，各位前贤，或许在北部哦遇到一个前贤啊，他哦不知道什么来因呐、啊，那个原因哦，他整天所见的哦都是幽冥鬼魂。啊，幽冥鬼魂哦哦会做他，会用刀哦刺他，然后后、哦、他整天都在跟鬼哦在打架，很忙。然后啊，他听到说檀香哦可以哦，就是拼出出一些啊哦，他去买那个哦乌顶啊乌沉香哦。仅有250块啊！他说哦，蛮贵的。啊，他一点以后哦，伊迄吼，迄鬼啊，一个啊一个直直走。我们听他讲哦，某些咧讲梦啊，爱讲哦，点那个比较安尼较小吼、哦，啊较无遐尼啊。哦，迄、那个香味不同哦。他说有啦，啊，糟料较少，还有很多还留着。后来他就想，啊、哦，有遐贵哦，安尼哦负担袂起啦。好的哦，点一挂，啊，较少的点哦，放一挂，啊，迄香夫啊，佫放一挂，啊啦啦，做伙安尼就会点。我说你也蛮有智慧的，他说那个哦很贵的一两百五的那个哦一点啊，哦那个整个哦那个无形的跑光光的，哦很舒服，这个我们都不可想象，哦，那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哦去那个德化街。哦，那个都是足深落的啦，或、哦、他前后差不多我们现在的哈、哦、两三家，哦，那个迪化街啊，他前后那个后、啊哦、很大的那个房子，啊、因为久了哦，你那个泥阁拢足固啊，他就是有哦那一些啊无形的在里面，然后啊他们有我们跟他讲说哦去买那个檀香来点，啊他们去用那个哈、哦。乌蛋在那个时候啊，或者在后天庙哦，那个时候、啊、一两就300块。那我们哦，普通最好的那个老檀香哦，一两40啦。啊，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300。那现在哦，哦，大概3000也买不到一两啊，大概3000也买不到。啊，他那个哦。因为他有钱嘛吼，那个迪化街拢足好个，啊一点了以后吼，那个拍米啊吼，就变作味道直直走安尼啦，好因大个人讲啊哪呢哪安尼，感受啊，那整个不好的东西呀、啊，全部都跑光光了，哎呀、啊、以后就哎那个他们住的就很舒服，哎。所以或许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檀香有这个效果，哎啊所以就会哦有假如说有一些啊比较啊呢不正常的哦，我们就鼓励他去点哦点这个檀香，啊一方面你闻到檀香的味道哦，你会稳定情绪啦、啊，啊你情绪不稳啊，就表示有干扰，哦你不稳定的时候啊有干扰，啊你把那一些干扰哈、哦。赶走了，你就稳定了，就清净了，没事了，对不对？嘿，啊，所以很好用，各位哦，可以哦，就是觉得哎，那情绪都不稳定，哦，那个时候啊就可以点，啊，你稳定了就好了啊，哎，稳定就好了。好，请说。讲师，那刚刚说那个天王院是多少天？那为什么说游天塔？
那个有那个天魔院、宣魔院，还有什么银之邦、物之邦、南平山。啊，那天堂跟五体里面不一样吗？好，请坐。我们要了解哈、哦，我们这个虚空之间呐、啊、哈、哦，我们不是有说哦三度空间嘛？哎，其实不止三度啦，哦，因为我们哦这个凡人生哦生活的哎这个地方所在，跟幽冥生活的地方所在，跟佛的哦生活地方所在是同一个地点。啊、同一个地点、啊、不同空间、啊、所以我们看不到幽冥鬼魂，幽冥鬼魂、哦、他也看不到我们、哦、那我们也看不到活菩萨，活菩萨看得到我们、哦、这个就是空间、哦、不同，不是他在同一个空间。那我们现象、哦、我们就是了解现象、啊、有四大步骤，可是我们进入、啊、我们佛性本体以后、啊就是整个、哦、整个空间呢都是在佛性里面。那我们一有现象被、哦、现象集束在一个小的角落，那我们就见了、啊、不宽广，就以为说只有这样小小的，也以为说佛性也这样小小的，不知道说、哦、那么宽广，因为我们都没有去探讨、啊、也没有人讲、啊、也不研究。那假如说我们有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了解说、哦、不同。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说、哦、讲有天堂啊，有地狱啊，然后、哦、有什么天佛院啊，那个都是劝我们、哦、为善，就是不能做坏啊。嘿啊，所以要了解、哦、它的出发点啊，就是要劝我们为善做恶。嘿，然后、啊、我们不努力修啊，就会说哦，你要到地狱啊，所以就 有地狱。地狱在哪里呀、啊？各位先生，地里头，你涂骹、哦，嘿涂骹落吼，嘿有沙有水吼、哦，然后后再下去呀、啊，吼、哦、火，嘿岩，你看火山爆发有无？嘿拢嘿嘿下开岩浆喷出来有无？小腾腾的哦，嘿，甘地啊，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啊，都一样，同在一个空间呐、啊，嘿，啊，只是我们的空间跟他的空间不一样，不同。所以哈、哦，一研究到性理心理啊以后啊，我们会了解的很多哦，因为现象毕竟都是哦。变化无常，不是、哦、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一个实在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虚相、幻相、假相，那实相、啊、我们看不到，可是、啊、实相不会变化，这些幻相、虚相、假相、啊、都在变化，那我们对变化的很在意，不变化的、哦、我们从来都不研究，是这样啊。那假如说我们进入啊，哦，研究啊，那个不变化，所以易经哦不是不好，是我们都不研究啊，哦不易，易经有不易、变易、交易，对不对？那我们研究啊就是变易，那变易哦，你不要研究它一样变易的，白天黑夜一直变呐，春夏秋冬也一直变呐，你不要研究，它就一直变的，对不对？可是不易啊，那个不变的为什么不研究呢？那一般、哦、研究易经他说啊，不易不变的我们就不用研究了、哦、不知道说那个不易不变的、哦、正是要研究，你了解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做啊。那个变易的再一直变变哦，我要背背六十四卦、哦、每一卦都不一样，对吧？哎，那个现象变化，何以自然变化的哦？哎，你再怎么研究，它还变化啦，对不对？哎，那、啊、你研究的对也是变化，你研究不对也是变化，那何苦把自己投入哎那个迷魂阵来的？哎，让得爱如如不动，对不对？哎。
家己拢用先生唔做啊，那做啊遐无用，要创啥？哦，还有。李老师刚刚那个先生在问说，那我们点檀香是要把门打开，还是不用开？哦，打开，打开比较空气流通啦。嘿，你不打开的话，哦，那个你吸入啊那一些哈，哦，烟，对身体也不好。嘿，打开。老师问得很详细哦，要打开，我们就是要那个哈，哦，嘿，那个哦，胖的那个气的好啊，嘿，啊，那烟脉气的好啦，烟脉啊，烟火的哦，拢会流通流出去。还有吗？好，请说。檀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功力呢？哦，那个哈，哦，因为它的功效就好像哈，哦，我们以前啊有茅坑，对不对？现在哦，少年都不知道，都用化学的哈，哦，最冲的都没有，对不对？以前不是啊，以前西河啊，哦，都要这样一个，哦，这样那个较起来，哦，打去压菜，哦，那西啊，哦，啊，我们进去西河是很吵的，有没有？要不要赶快离开？啊，那点檀香哦，甲咱去西河啊吼，迄幽冥鬼魂呐，啊，去闻到迄檀香的味道，甲那咱人去西河啊，闻到迄西的味道，要不要赶快走开？哎，欸，就是这样啦，哦，所以他赶快走开。像你们当山仔啊，你看这个仙火来了啊，这个仙火我不要救，今朝变瘦，他就不会去了。